嗨，你欢迎你好，回到第22集 GTSA 强生兄弟，没有兄弟，兄弟在监狱里。好，我们之后才会解 Zero，因为 Zero 的任务要3万块才可以继续解。他妈的乞丐是不是？花三万进去体验当员工的感觉，好爽哦！好，我们先继续我们的 CJ 事业。哦吼，我的发 sexy old lady。哎，homies， 我的这眼睛也太突了。然后这关是那个把我们那个后院的那个建筑公司干死，临时摧毁说临时工坊，还有那个刚来打工的工头，真的是非常可怜了。来打工还要被杀掉。好，再见。你们被开除了，不会有人再要你们的，连一台推土机都搞不定。呜呼呜呼，我连大便的人都不放过。嘻嘻嘻，要抓就尽管来吧，你抓不到我，我开车欸。他们应该不会突然拿武器吧？你不可能上班拿一把大炮之类的锁定我，尽量撞啊！我东西都快撞完了，你现在挡我这个有什么用啊？谁这么有钱啊？开这个高档跑车，继续锤他，好啊好啊！还有一个临时工房，好啊 ，OK 啊！这么简单的任务是谁做的？不耍脑残就可以解比较快。下车！那臭婊子，你要什么？我靠，要把我压死！把工头一起给埋了 ，OK 啊 ，OK 啊！而且先把他推进去，然后再开那个水泥车哈。啊好，他在那边大便呢、啊。没事啊，你们因为在后面太吵了，所以我要把你们给杀了，还要把你们的事业都给毁了。下去啊，哇，有几个要陪你，好感动哦，兄弟情。Let's take a break. OK， 我5秒不能动。好了，我可以动了吧？太感人了，光头烤窑，我推错马桶了，他妈的，算了，至少有2间可以给你们在那个土里拉屎啊。啊，怎么有一个也开下去是怎样？不用这么感人的，我要买的东西太多了啦！你们想当活化石哦？靠腰，我被搞了！白痴，你那根翘起来，我他妈是要怎么放进去啊？再进去一点！你们的、头不要在那边顶好不好啊？啊，干！我才不要下去嘞！你不应该来这边工作，为什么不把工头直接干掉就好了？哎，不包括我，我不要下去啊！让我上去。跑酷跑酷跑酷，拜托了 ，nice， 好、啊，把你们这些东西一起给埋了。哇，我事业顺利耶，你就这样搞我，你不能在我事业巅峰的时候给我当掉哎。有人建议我说，都先不要一直乱骂脏话，我很赞同你。那之后我都以大叫来取代好了，毕竟你知道生气的时候什么话都讲得出来，所以我那是有点控制不太了。极愤怒情况下，好不好？要常花200小时在那边杀人呢、啊？什么炸了、啊？哦，我炸了 ！Run！ 你怎么有人拿枪啊？哇！不要再拿那个东西射我了！格林机枪，好，这一台没烧了。不要再炸了，好不好？这些工头是有记忆是不是啊？他们竟然有武器耶！提早防卫我，这是会轮回的剧情是不是？我就是那个大反派啊！哇，2倍速耶 ，nice nice！ 哇，这次还是有人要陪你耶，太感动了吧 ！Top one 感人剧情，细节感人剧情。好了，不要再做傻事了 ，video game 好，没事。靠背，他妈！到底是在拉啥小啊？到底是在拉啥小？不要拿烟雾弹丢我脸好不好？但不就幸好还有一台，不过这台已经当掉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一起埋了，一起埋了。那个水泥车回位了、欸。我靠，这当这游戏的车真的是活的，自己爬出来，然后大便，要洗啦！你们下课喽，下课阴森。那马桶也跑出来了吧？我没看到马桶在里面呢、欸。啊蹲啊蹲啊蹲蹲啊蹲蹲蹲蹲！哇，出现那个龙腾符号了，要准备玩乌鸡的任务了。好，拜拜。那么乌鸡的任务是不是要准备潜水？那个 S 是什么？哦，没事，那个驾训班那种东西根本解不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吧。
偷拍好事哦，干哦，谢，要开车200年的任务，去接希瑟尔，好啊，我为什么要说不呢？要跟希瑟尔要耍酷的车啊！谢谢你，路边的野人。跟你讲，有直升机，我可以方便200倍。谢喽！哎哎，不要开到那个，那个美国军事基地，要不然你会被轰成蜂窝。哇靠！直接回家是怎样？算，我很想去赌博还债啦，但是现在也没办法，因为现在在任务中啊。如果我太强的话，我影片就会超短；如果太烂的话，运气太烂的话，就会超长。这就是你想看到的，对不对啊？哈哦哦哦，没事啊。如果是我，我也想看到别人这样子耍惨。哎、欸，怎么又船上啊？越船越远，我的天！哎，没有啊，也还好。四星算个屌啊，五星算个屌。我 CJ 啊，算了，想说不放在眼里，反正我也飞不出去。你有听到那个欸爆炸成碎片？直升机有没有啊 ？Come on, man, please。说真的啦，不用连续传送啦，拜托不要连续传，靠腰嘞。我觉得差不多要当掉，所以我们要重开游戏。没人要给我直升机，我自己去找。这游戏真是太人心险恶了，我只要一台直升机而已啊。靠逼！我有接到，刚才接电话嘞。你给我个障眼法、啊！干！我被喷那个消防消人气哦！我怎么一直没接到任务啊？为什么我就跑这么远，一直没接到任务啊？为什么我那么穷啊？里面没人啊，直接让我进去吧。哇塞，这门不是应该可以开才对吗？算了 ，motherfucker！ 啊靠，原来是没人才进不去的部分哦。啊、干鸟，我饿了。哎呦，骂脏话的 language！ 啊，算了，我一路跑到直升机那好了。虽然可能会饿死，我现在把这当生存游戏玩呢。这么多车，我没有半台可以上吗？可以耶。代价呢？没有代价哈。有代价就是我可能随时会饿死。等下去随便一个 Burger King， 这些不是应该是直升机吗？怎么是车子啊？剧场没有半台会飞的，只有路上爬的。Oh my god！ 当掉了，真的是跟 PS 5一样一机难求哎。虽然我没有要买 PS 5了，哈哈哈哈哈。那 PS 5的游戏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玩，因为我可能买了又转到 PC 上就白花钱了。Three， 哇！我想开这台去找希瑟，但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坐。但是我不是那么自私的人，所以我还是开机车去找他好了。玩到现在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Rocker Star 要把那个哇直升机要把饥饿度拔掉了，因为在挑战某件事上面来说，饥饿度还蛮脑残的。至少他们拿饥饿度拿去换的可以攀爬楼梯嘛。希瑟 ，What's up, man？ 希瑟哇，箱型车有一个绑架人用。啊，要进他的车哦！运气时间啊 ！CJ， I think I've been a very nice. 哦，写完了，我们的希瑟是 Honey Man， 所以我们的点是不是要去不知道哪个乡下 ？What the hell, man? What the hell？ 至少他不是开那种极慢的车，但是我的混乱模组就说不定会想要把我搞得很大力之类的。当然啦、啊。我是模组肯定会搞死你，如果我是玩家所为的，差点就开比较远的，往这上面开比较快而前面挡一台大飞机，希望我过得去。哇，好大声哦！拜托上天让我过关吧，我已经不想再这么痛苦了。这关那么的冗长，我也不想要这么痛苦。啊，完了，这是哪里？我靠呀！哎呦，翻方向了，我直接不认识这个世界啊！我已经不太清楚我的路对不对了。啊，往下看应该是对的。不要飞啊！不要飞！
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，我怕高了，我怕高了，干你他妈的，我怕高，你们听到？啊！虽然我们摔下山谷，但是我们也许应该很 OK。为什么要开这么远？为什么不开直升机？呜！我记得他解完这个就会把我丢在这野外，对吧？应该不会还要我开回去这么智障吧？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！啊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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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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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拍下每个目标的脸。好，我们现在讨论目标。哎、欸，快点！呀呀呀呀！我们真的该开直升机才可以讲话这么大声！哎、欸、呀呀呀！为什么不开直升机 ？Oh my god！ 开蓝色的还在紫色的，你他妈的！莱德巨根！我拍一张那个时间就会被暂停了，拍仔细一点，我怕等下没拍到。说哦，炫你什么都没拍到 ，Son of 啊 T Bone， 嗨 T Bone， 超累格 ，OK， 你们修一下你们的王路，王记王路。拍下他的脸，他应该讲话 就好了。还有一个大爷要过来了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他给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很累格，也很害羞，不太敢出现。就是你政府官员，飞机恶魔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还故意摆拍了，还站着。不会吧，玩完了 ！Oh my god！ 现在我是有神论者。我想他干他上这个车也当掉，我会直接无神论。好，我们要讨论一点好事。这次你最好给我开好一点哦，那那我开的比你好，十度比 homie。哇，现在开始我是有神论者啊，真是太爽快了、啊！差了，虽然我非常的紧张，但是还是过完了。Oh, feel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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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eel. 谢谢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有你们在这里。好，下一集再见，见，拜拜。我先去记个录好了。有始有终，是不是不骂脏话比较容易啊？就像我的聊天室观众所告诉我的。不要打给我啦，虽然有钱赚，但是我一点都不想去，好吗？他不让我记录，哎，真的是个混蛋，直接强迫开一个任务，然后还不给我去记录，还不让我记录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